火山、火海、火焰高，烈能把钢铁烧，忧愁烦恼都敢跑。火焰解说来到了，我是一个非常正经的游戏解说，好像是。好，帮我们看一下啊，火焰魔主生存重生吧 ，Let's go。每次呢，是吧？我都想这个非常的这个正经的，是吧？这个啊、解说游戏是吧？发现这个是吧不怎么太顺利。好的，我们上回有了这个斧子是吧，彩虹斧，他们叫光泥斧是吧，我不怎么赞同这个称呼是吧，明明是彩虹嘛，你看这多漂亮，你看刷刷的色是吧，哼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我们看一下啊，差点给他劈了。好的，他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是吧，还怎么的，板子还有啥，什么云山木什么这个那的。好的，我看一下吧，这样吧，然后呢他得需要点这个。好，又谁来了，真是去死去死去死吧，你给我个破木剑，你埋汰我呢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哪有啊，这里边有。你缺啥呀，吱声是吧，有的是。还咋的，云杉木炸了。云杉木楼梯。好的，这个正好云杉木我们有点是吧，楼梯。有，然后呢这个需要点小棍是吧。这样。好的，然后呢这样吧，炸了。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。先来他30个是吧。好的，我看看啊，他还咋的，你这两边管我要东西，你这太狠了你们。好的，工作台一个，床一个，工作台一个。好的，床一个，用不用床啊，到底工作台有了，原石52个，这个都没什么，压力板2个，橡木木板。好的，橡木木板，然后压力板2个。OK， 还咋的，我去，我一定要把这城镇建起来啊。好的，我看看啊，炉子玻璃8个，石头有点。好的，石头就烧，没有石头。好的，我们看看这儿啊，你怎么又停了，给你这个云杉木的还不够啊，然后你需要点这个栅栏，云杉木栅栏，云杉木的啥呀，我都忘了。栅栏是吧，需要点栅栏，这样呗。行，4个就够，好像是。行，别的云杉木的台阶啊，去你的吧，爱咋咋地了，错了错了。好的，他们怎么又不干活了，跟他们操不起这心。好的，石头和木头门是吧，两个木头门。好的，我们去做一下啊。没有这门，两个门。OK。好的，就剩石头了是吧，石头好搞。走啊。这边是个出口是吧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好的，我们干嘛去，什么请升级啊，没事，我这点是吧，这边是刷石的地方。 OK， 开始吧。谁啊，没事，我是不是应该再搞点岩浆啊，慢是吧，半天。好的，然后呢这个烧点是吧，咱们这样啊，进屋咱们再搞点那个铁桶，有。好，我们下去的啊，有个斧子，这个斧子太好了是吧，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是吧。这什么歌啊，没有这。好的，我们快点这个岩浆，然后呢刷石机再加快一下啊。我去，这什么曲儿，这个好吧，我们听一下啊。哦咦，
哦耶，好，然后我们自杀啊。OK。这样吧啊，看一下，还需要是吧？不对，应该往这儿扩是吧？咱们把它给刨了去啊。OK， 这样吧啊，在这儿还是不行啊。我看一下啊，我这个斧子到底能劈多远呢？好，我看一下啊，也就这样了是吧？四个呀。好的，这个我往这再串一下啊，这样吧，这样就差不多了吧。好的，然后把它刨了，这儿放一个岩浆，对吧？然后呢是这样。这样一个状态，岩浆放出来，好好，这样吧，没用啊。哎，你看一下啊，谁呀这是？他不应该过来吗？把这儿给封死啊，这样呗。怎么又黑天了，你说烦不烦？快快变成白天。这天气怎么老这样呢？这样吧，行。谁呀又，哎呀我的妈，怎么这么烦人呢？好的，我看一下啊，我都不能集中了，你说黑曜石。好的，车钥匙我就放在这儿吧，是吧？四格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这样吧啊，好，这样吧，行。然后把它打掉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行啊！哎。你过来呀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应该出来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对了。然后呢我们那个弄一个再加一个啊，铁锭肯定是有的是，为了这个都为了效率啊，小伙伴们不要那么着急啊。我看一下啊，铁锭需要一个箱子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都乱了现在。好的，这样啊，我需要个这个啊，我直接就拿了。好，行，好的，我就需要它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在它的下边是吧？在它的下边，在哪儿呢？我看不清，把它刨了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样吧啊，行，然后呢是这样啊。OK， 行了，大概是这样啊。哎呦，我这个区域的，这样吧啊，开始了啊。好，我们试试啊，这能好使不？可以。我去，好帅，就是有点危险点啊，容易把那个下边的那个什么给打掉。摁住，反正啊。谁呀？这么烦人，叫唤！一次四个嘛，是吧？有很多，我去，这么快啊！好的，我就对准线是吧？哎呦，我去，太快了，非常恐怖是吧？这个非常的好。行，我们看多少个了？你看，我去。还在增长的当中是吧？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我把它刨一下看看啊。哎，这么刨坏了。
哎呦呦的妈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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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完美啊！然后呢，我们去哪儿啊？没有这一个。好的，咱们节奏稍微慢点啊，你太快了，咱们这边门都给打出来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怎么干呢？我们这个去烧一下啊，这边也需要是吧？需要点原石，52个给你，需要一个床，一个炉子。一个炉子，这样吧啊，好，给你个炉子，床、玻璃，烧3个石头，石头来7个吧。碳呢？好的，这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用，那你就烧吧这个，白瞎了是吧？我们看一下啊，你还要什么？原石、橡木门。没了吧，满了啊，满了满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他这里什么玩意儿这么满呢？你去干活去啊。箱子也完事儿了，缺这个吗？还真是缺。我给他就可以了是吧？你要敲啊，你要什么呀？敲，我去看看啊，石头敲啊啥的。我搁这我干脆我做一个吧，太磨叽了，来回跑，早就应该做一个是吧？这样呗。好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敲啊什么我都可以给他做一个。没有石头的更好一些是吧？这样呗，行。他可能是要，这样啊，这样。哎呀，讨厌这。好，他好像管我要过敲。他是啥？建筑工 M 说啥呀 ？I can work 什么玩意儿？能不能说人话呢？他需要这个一个床啊、玻璃、石头，三个石头，这是有着，给你石头，差一个床，8个玻璃，这个还行，床8个玻璃，这破木剑你说？好，这样吧。哎，怎么有个女的？哪来女的？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啊。一个床，8个玻璃。我去，自从有了这个斧子以后呢，我们这个好多了是吧？我别把家拆了。我干嘛去呢？我看一下啊。玻璃是吧？玻璃，还有一个床，有没有羊毛啊？没看到羊毛是吧？那我就这样呗。羊毛没有吗？哎呦我的去，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我知道原石是吧？有这个，有这样式的。我看一下，没有人用它呀。这光一件是吧？哎呀，我得的那个剑还是这个合成不了的呢，还是好的呢，太好了。这是干嘛的呢？不太清楚。不知道干啥的。它能用吗？还是咋的？哎，咋了？生命恢复！妈呀，它是生命恢复的啊！我被卡住了。有这宝贝都不知道啊！哎，这门咋回事啊？你有？哎，你这什么门呢？这是？哎呦我去！你这……哎，这太好了，加血的是不是？我去，宝贝啊，这是！啊，你看啊，我现在啥也没有啊，听没听到悦耳的声音？生命恢复12秒是吧？太帅了！好的，小伙伴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这期呢就到这儿吧，是吧？我还真不知道，我真是个乡巴佬的，这光一原石是吧？竟然是这个生命恢复的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拜拜。